佛说《大圣造像功德经》，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在33天波利智多罗树下，与无量大比丘众及无量大菩萨众聚，弥勒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。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讲，当时佛在33天波利智多罗树下，与无量的大比丘众以及无量的大菩萨众在一起，而弥勒菩萨摩诃萨是这些与会大众的上首。再看下一段。尔时，世尊在彼天上3月安居，为母说法，与诸天众多所利益，令无量诸天离苦解脱。无量诸天皆蒙法力，获大福果。十比众中有一天子，寿将欲尽，五衰相现，以闻法力命中之后，还生此天，永离恶道。这时候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在33天，33天也叫刀立天，3月安居，3个月的期间都在天上为妈妈摩耶夫人讲经说法。因为释迦牟尼佛从兜率天下生人间，摩耶夫人在毗蓝园感觉到要生了，生下太子以后，摩耶夫人就视线去世了。以后呢，悉达多太子就是姨妈带大的，那妈妈的魂神到哪里去了呢？上升到了33天，也就是刀立天。佛经过种种难行能行的苦修，成佛以后为报母恩，所以上到天上为妈妈讲经说法。当然刀立天的天众因此呢就广受利益。由于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讲经说法历时3月，所以令无量诸天呢因此而获得解脱。无量诸天呢都受到了法化的利益，获得了极大的果报。那个时候刀立天中有一位天子，他的寿命呢将要结束了，五衰相已经现前。天人啊，寿命是有限的，当他们要死的时候，就有五种
衰相现前，比如说身上散发出臭味，头上的天冠花冠呢萎缩了，身上呢不干净，有了污垢，不愿意再到法座上去坐，看到了自己未来要下堕的那个地方，心中啊非常恐慌。有这些衰相现前，他们也自己知道不久就要堕落下去了，天上的福报寿命都快没有了。但是由于他在刀立天听佛闻法，法的力量，他虽然命中，但是还是又生在了刀立天，而且永远离开三恶道，不会再堕落到恶道之中。意思就是说，以后只在人天两道来回往返，没有三恶道。这些天众听到了释迦牟尼佛在天上讲法，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功德。下一段，尔时阎浮提中无有如来，譬如暗夜星中无月，如果无君，如家无主，欢愉戏乐一切都息，是时众生孤独无依，皆与如来心怀恋慕，生大忧恼，如丧父母，如见入行，共往世尊曾所住处，园林庭宇，虚空无佛，倍加悲恋，不能自止。这时候啊，在人世间找不到佛了，连那些有神通的大阿罗汉到处找，也不知道佛到哪里去了，大家都慌了。因为佛用他的神通呢，覆盖了这些大阿罗汉的神通，使他们的神通看不到佛在哪里。就好像是黑夜，空中呢也没有月光，就像一个国家呢没有国王，就像一个家庭里边呢没有了主宰。所以世间的一切欢乐都停滞了，因为找不到佛了。这时候啊，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孤独，没有了依靠。因为佛在世的时候，佛在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有任何的问题去请教佛，佛都给予最圆满的解答，想什么时候去佛都接待，甚至有了疑问，自己一起心动念，不用自己说，佛已经知道了，马上就给予解答。现在没有佛了，找不到了，不知道佛去哪里了，有问题也问不了了，有困难也解决不了了。所以
大家都对于如来啊心怀极大的思念恋慕，生起了极大的忧愁，就好像是丧失了父母，就像啊有剑插到了心上，痛苦万端。不少的人呢都一起到世尊原来住过的地方，包括园林、亭宇，但是呢这些地方呢都没有佛，笃敬思人，更加悲恋，无法抑制自己的痛苦和思念。下一段，尔时优陀阎王住在宫中，常怀悲感，可养于佛，夫人才女诸欢乐事皆不摄心，作事念言：我今忧悲，不久当死，云何令我未舍命间得见于佛？寻复思维，譬若有人心有所爱而不得见，见其住处及相似人，或处忧恼。复更思维，我今若忆佛先住处，不见于佛，哀号感切，或至于死。我观世间无有一人能与如来色相福德智慧等者，云何令我得见世人，除其忧恼？作是念已，即更思维，我今应当造佛形象，礼拜供养，复生世念。若我造像不似于佛，恐当令我获无量罪。复作念言：假使世间有智之人，贤供称扬如来功德，忧不能尽。若有一人随分赞美，获福无量，我今亦然当随分造。这个时候啊，优陀阎王住在自己的宫中，常常心怀悲感，日日夜夜思念佛陀，夫人、才女，一切快乐的事情都不能够入心，完全没有心思。这里所说的优陀阎王就是优天王，不同的经典由于翻译呢多少有一点不同。他反复的思维，我如果这样一直下去，过度的忧悲，恐怕不久将要死去，怎么才能够使我在死之前能够见到佛呢？然后又思维，如果有人心里边有可爱的人，但是看不到，如果这时候他能够看到这个人曾经居住的地方，或者有一个和他相似的人，也许能够除去忧恼。然后更进一步思维，我现在呢如果到佛原来的住处看不见佛，我呢哀号感切，甚至呢可能会因为悲痛而死。我观察世间呢
没有任何一个人他的相貌、福报、智慧能够和佛相比。怎么样才能使我见到这样的人就能够除去忧恼呢？又进一步想，我现在啊，应当造佛的形象，然后礼拜供养。但是转念又一想，如果我造出来的佛像不像佛，我恐怕要有罪呀。也许这个罪是无量的罪，因为我造出来的这个像呢跟佛不一样。但是呢，转念又一想，世间有智慧的人都共同赞扬如来的功德，没有办法赞扬完，说不能尽。佛在的时候曾经说，如果有人赞扬佛的功德，随分赞叹，哪怕只赞叹其中的少分，也能够获福无量。那么我现在呢，随我自己最大的能力，我去造佛像，哪怕只有一些相似，因为不可能造出来的像和如来完全一样啊，但是只要我尽心尽力这样做，我也应该能够有无量的福报，不至于获罪。游天王呢，这样反复啊思维。我们再看下一段。即使告斥国内所有工巧之人，并令来集，人既集矣而欲之言，谁能为我造佛形象，当以珍宝众香酬赏。主工巧人共白王言，王今所斥甚为难事，如来相好，世间无披，我今何能造佛形象？假使披首结摩天而有所为，亦不能得似于如来。我若受命造佛形象，但可摩尼罗吉玉毫少分之相，诸于相好光明威德，谁能作也？世尊会当从天来下，所造形象若有亏误，我等名称并皆退失，切供筹粮，无能敢作。齐王尔时复告之曰，我心决定，物有所辞，如人患渴，欲饮河水，其以饮不能尽而不饮耶？由于国王已经下定了决心，所以他就传下命令，昭告国内所有的工匠都一起来集合。人集齐了以后，就对他们讲，谁能为我来造佛的形象，我将以珍宝重重的给以酬劳。这些工匠啊，共同对国王讲，大王今天的命令实在是一件难以执行的事情，佛的相好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相比，我们
怎么能造出佛的形象来呢？假使毗首结摩天而有所为，就算是天人，天上的人能够做，他也不能够做得和佛相似。相似尚且不能，怎么能够准确地造出佛的形象呢？如果我们受国王的命令，我们去造佛的形象，大概只能模拟一下，只能够有少分的相似。好比说头上的罗髻、眉中的玉毫等等，其他种种的相好、光明、威德，谁能够造出来啊？怎么造啊？如果世尊从天上下来，看到我们所造的形象有一些不足，甚至错误的地方，以后我们这些工匠的名誉啊都没有了。我们自己啊私下里共同商量，我们不敢做。这时候国王听说以后，就对他们讲，我的心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做出了这个决定，你们也不要再有所推辞。现在呢，我们见不到佛，就像一个人已经渴得要死了，渴到要想把一条河的河水都喝进去，我们哪里能够说我喝不完这条河的河水然后就不喝呢？国王也是蛮会说的，因为他思维良久，他已经反复思维过多次，所以才下了这个决心呢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是时诸人闻王此语，阶前拜跪，共拜王言，当依所敕，然请大王垂许我等今夜思审，明晨就坐，复拜王言，王今造像应用纯紫旃檀之木，纹理体质坚密之者，但其形象为坐为立，高下若何？王以此语问诸臣众，有一智臣前拜王言，大王当作如来坐像，何以故？一切诸佛得大菩提，转正法轮，现大神通，降伏外道，做大佛事，皆悉坐故。是以应坐，坐狮子座，结家之相。这时候啊，这些工匠听到国王说了很坚定的、不可改变的语气，于是他们到国王面前拜国王以后，都跪下来共同进言，我们既然如此的话，就应该遵照国王的命令来造像，但是呢，请国王恩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仔细的来考虑如何造像，明天早晨我们就来动手做。
然后又对国王说，国王现在要造像，应该用最好的、非常优质的紫旃檀之木，纹理、体质都应该是最好、最坚硬的。这个应该说没有问题，但是佛的形象是坐像呢还是立像呢？应该多高多大呢？于是国王就对旁边的诸位大臣来询问。这时候啊，大臣当中有一位很有智慧的大臣对国王说，大王啊，应该做如来的坐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诸佛最后成就大智慧以后呢，成佛以后转正法轮，以及现各种不可思议的大神通，降伏外道，做大佛事，都是现坐像。所以应该造像呢，造佛坐在狮子座上，双加福而坐的坐像。我们再看下一段。尔时毗首结摩天遥见其事，审知王毅欲造佛像，于其业中作事思维，我身所解最为巧妙，世间之中无如我者，我若未作，应少似佛，即便其身而为将者，持诸利器，至名清淡，诸王门侧，令守门人具百王言，我今欲为大王造像，我之工巧世中无匹，唯愿大王莫使于人。王闻此语，心大心庆，命之令入，观其容止，知是巧匠，便生念言，世间之中何有此人，将非毗首揭摩天或其弟子而来此也。这时候啊，有一位天人，就是毗首揭摩天，他在天上远远的呢看到了这件事情，因为天人都有天眼通啊，他就知道了游天王下定决心要造佛像。于是啊，在夜间他就这样去思考，我自己呢最解造像当中的各种巧妙，世间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像我这样的，我如果去做的话，应该能够有少分相似于佛。于是呢，他就变化了自己的身体，变成了一位世间的工匠的样子，拿着各种工具，第二天早晨呢，他就到了国王王宫的门口，告诉看门的人，传告国王，我现在呢想为大王造佛像，我的工巧技术世间第一，没有人能比得上。